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ip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画了一个超浓艳妆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的 title， 就是我今天用的产品呢，都是超平价的化妆品，包括 ColourPop、BH Cosmetic、Rimmel、NYX 电爱魔镜之类的，然后 Maybelline 什么的，可以打造出这种。很适合去就是大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化的妆，我觉得这应该可以，就是直男应该还蛮喜欢这个妆的。这个妆呢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因为其实我虽然喜欢化妆品，玩化妆品，可是像例如很多 YouTuber 什么 Kara 啊等等的，就是我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厉害。我今天精神好像比较好，就睡得比较好，所以讲话比较大声，然后家里现在没有人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，然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先用 Maybelline 的 Instant Aging Rewind， 接下来拿 ColourPop 的 Brandy 的颜色上在眼窝。接下来拿 BH Cosmetic 的彩盘，然后沾这个颜色。接下来沾 ColourPop 的 Static。就拿这个来回晕染 ，Action 的 Lasting Perfection Concealer， 刷在眼睛的正中央。接下来拿 Kiko 的219号色，然后画在刚刚的地方。拿一支小的刷子沾刚刚的紫色，接着拿刚刚的 Static 三分之一处。拿刚刚的晕染刷把它刷开，睫毛用的是无印良品的睫毛夹，接着要用的是 CanMake 的睫毛复活液。今天想要用的假睫毛呢是 Adele Demi Wispy， 然后这款假睫毛呢，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说用起来也很漂亮。然后胶呢是这个 DUP 的 All Time Favorite， 这超好用。大众，粉底液要用的是 Rimmel 的蓝盖，然后这个就是超白菜价格的粉底液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怕这个会比较不够亮。粉底刷是 Eco Tools 的，前几个影片我都用这个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用。遮瑕膏今天要用的呢是刚刚用的Rimmel 的，不是 Rimmel Collection 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这个缺点呢是它干得超级快的，所以就是动作好快。是修容，那修容呢我是用 NYX 的这个双头修容笔，这个修容笔呢我超推荐的，一样就是超平价然后很好用。定妆我用的是 Rimmel 的粉饼，那这个眼下部分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再作业，回到眼睛这个颜色，
接下来我要拿 Sequin 这个 Colourpop 的颜色刷在你的眼头。下睫毛我要用恋爱魔镜的这一款。刷在眼头，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紫罗兰的颜色，超美的。拿 Love Liner 的眼线液呢，我要刷内眼线跟下眼线。那我想要用这个打造一下，就是我的下睫毛。哦，因为呢我没有开架式的修容，所以我拿了我妹的，这个是 Milani 的 Glow 四号色。鼻影的部分呢，我拿回我的眉粉，最后呢，我用妮维雅的这个贺腾膏蘸一下。接下来用腮红，腮红我用的是 Misha 的 PK 4号，这个颜色呢非常的自然。打亮呢，我要用回刚刚的这两个颜色。最后唇膏的部分呢，我要先用 NYX 的Natural 唇线笔。超有名的颜色，忘记叫焦糖拿铁吗？OK， 那这个妆就完成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妆的话，不要忘了喜欢这支影片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follow我的 Instagram。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明年一年顺顺利利，然后希望我可以快点找到工作，不要再当无业游民了。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